家晚上好，现在印度时间大约十点半，所以我们今晚住在这间宾馆，在新德里，它是属于五星级宾馆，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晚我们在印度，所以我们所找的那间旅行社它安排给我们住在这么豪华的宾馆。这是宾馆的第一楼，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商店在宾馆里面。这个现在拍这边是 lobby 咯，最主要的大厅，所以这边也是登记处。然后呢，隔壁就是有卖衣服的咯，所以这边呢，这间宾馆呢有很多商店，我们可以去购物。所以没想到我们这间旅行社安排这么豪华的宾馆给我们在印度住最后一晚了，所以明天早上我们就大约11点我们就退房了，所以总共是有8层楼高，所以房间还不错的，所以拍这个视频给大家看看这间宾馆的外面，然后要坐电梯上去一楼，然后呢那边还是有在家人玩的游戏在上面一楼，有 bowling spot bar， 里面有很多游戏可以玩的，还有 game， 然后呢四周围呢也是有一些商店可以给我们去购买衣服买鞋子都有。现在是在底楼，现在印度时间大约10点半，马来西亚时间应该是12点多了，半夜了。现在因为是 Christmas 啊，那个圣诞节要来了嘛，所以他们有做了很多设计。所以这是底楼咯，底楼有卖衣服的，现在是10点多了嘛，所以他们已经关店了。所以带大家看一看这间宾馆的商店，所以这间就是卖衣服的咯，里面有卖衣服的，这边是电梯，有很多电梯这边，因为现在是10点多了嘛，所以很多商店都关门了，所以这是宾馆底楼。这间宾馆在新德里呢是很豪华的，我们找的这间旅行社安排这么豪华的宾馆给我们过夜。现在可以带大家上一楼看，对，我们的旅费算起来，所以刚才被卡线了，刚才被卡线，所以现在我带大家看一楼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游戏啊，可以在里面玩很多游戏，小孩子的。现在晚上没有人了，10点多没有人了，就好像在云顶这样。这些都是游戏的，玩游戏的。
看这边有很多这些游戏可以玩的，这是在宾馆里面的。然后这边也是卖衣服的咯，卖衣服的商店咯。所以这边就是餐馆，这边就是餐馆。所以我们跟他们大家刚才在这边用晚餐。哼，都是自助餐为主啊，在这边，这么晚上还有人在用晚餐，所以这边也是来了住了很多不同来国家的旅客啊。这是一楼啦，第一楼。所以这边有阳台。这是玻璃罐来的，不错的这间宾馆。从这边看下去，这边也是有不同的宾馆在里面，餐馆来的这边。很大这间宾馆。所以这次我们来朝圣的时候呢，所住的都不错，这旅行社安排给我们住的都不错。这是咖啡馆哦，喜欢喝咖啡就可以来这边喝咖啡哦，咖啡味很重。这边有卖衣服的，里面都是卖衣服的。楼上面呢还有一间餐馆哦，所以剩下的就是房间啦、啊、所以这个就是大约给大家去看到这间宾馆的设备啊，它的环境。所以我就开这个直播给大家认识一下这间宾馆我们今晚住的，所以我就现在介绍完了，然后呢我要去回房间休息了。大家晚安。
沙都沙都沙都，我的直播就到这边，沙都沙都。今天晚上在新德里住的这个五星级酒店，所以晚餐呢就是这些食物，都是以自助餐为主啊。这些都是没有饭名字，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名称，有白饭啊，有搭啊，这个不错的，这个还有鸡肉啊，咖喱，所以这是五星级的晚餐在这边哦。所以这间餐馆不错的，这是五星级酒店，所以我们来到新德里最后一晚呢也是住在五星级酒店。这是什么来的？腌的。这是餐馆的外面哦，够超级好啦，够超级豪华的宾馆，所以我们这次来到新德里真的是福报太好了，可以住在这么豪华的宾馆。又甜品蛋糕甜品啊，有蛋糕，很不错的。还有冰淇淋，四种冰淇淋自己选，不错啊。不错的宾馆。I re-record because she done. You record. Now you. Somebody keep back.还有谁？
一条 OK 九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Selena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把酒把酒回家把酒把酒哦，明年明年再来，明年再来，哈哈哈哈哈，明年再来，赚大钱。
大家傍晚好。大家傍晚好。现在我们在新德里的其中一个购物地点，购物市场啊。所以这个购物市场叫做 Yambat Market， Yambat Market。所以这个购物市场呢，在德里呢是一个比较有名望的一个市场，所以吸引到很多很多人来这边买他们所要的东西。所以这边呢有卖很多那些衣服啊，很多东西啊，应有尽有。所以开这个视频给大家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市场的真面目。还有卖佛像，所以这个时候呢，吸引到很多人来购物啊，都是本地人为主啊。啊？This is book festival. Oh. You can get good book from here. Oh.现在是购物时间，带他们来看看这边的市场的真面目，也开个直播给你们看看印度购物市场的真面目。所以这个时候呢，都充满着人潮，很多本地人呢、啊、都是花出时间来这边买东西哦。所以这条街呢，好像是吉隆坡的喜熊街啊，集街场这样。He says anything you buy from here is 400. Even this one or the big one. 任何一件东西400卢比，大大小小，只是一个价钱罢了。येलो इसको लोटा दे दो the total हाँ नहीं क्या मैं total very हाँ it is good to keep in the home oh yeah total 所以每一件东西都400卢比 excuse me 400卢比大大小小任何一件都一样的价钱所以这边好像吉隆坡的集街场这样喜穷街啊所以给大家看印度的购物市场的真面目。这个时候呢，来这边给他们来参观这个购物市场，也是我们朝圣团最后一个活动，就是说给很多佛友们。他们来这边买他们所要买的东西，因为有一些佛友他们要在印度买一些东西回去马来西亚送给亲戚朋友啊，还是要买一些东西回去做纪念也可以。所以从这边看，你看人潮很多。啊，有boy啊 ？I still 啊，放了。Easy. He just put I still and Namaste, can you buy from this? 这边整条街都是购物商店啊。
所以这边这个市场呢是很出名的，在新德里最出名的，所以所有每次我们带团来呢，我们都会安排这边给佛友来这边参观，然后看他们要买什么东西都可以，应有尽有。所以在印度呢，最出名的就是这些三轮车咯，三轮车就出门很方便咯，价钱要看我们怎样去跟他谈咯，所以你要会跟他谈价钱咯。所以这边是主要的啦。这边也是有卖佛像，所以参观购物市场或者是购物商店，一般上有出国的人都知道，都会有安排时间是给那些旅客来参观的，或者是来购物。一般上这边的市场呢，都是本地人为多，都是以印度人为主。前面一点啦，如果要去，在前面一点转走去哦，就有喜熊盖在那边。啊，你进去喜熊盖买比较便宜哦。在这边给你们大家看印度市场的真面目。啊，他露皮，喜熊盖不香。这边的东西会比较贵，因为他们是在商店里面卖，刚才我们经过的是在街边卖，所以不需要付那什么什么费，什么什么税，所以这边的东西在商店里面买会比较贵。不会，这边说不定也不会。对呀，你买火苗的英文口罩，要说要不给。那 I said I want the something。很多手工。是真佛像没有，看到吗？I say we have to go, we have less than 1 hour. Let's go. Otherwise, we will take coffee like a lassi.因为这些商店里面卖的东西价钱会比较高，所以很多来这边购物的人呢，一般上都很少在这些商店里面买的，他们会进去里面一点。刚才我们经过的那条街那边卖的东西会比较便宜，所以这个 This elephant is a
fifth Mughal Emperor Shah Jahan. 这么大双的鞋子，这边是买鞋子的。 Good quality of shoes here. You can broadcast to your country. People will come to buy. 要卖鞋子的，什么鞋子都有。 It's all handmade. Handmade. Yes. 都是手制造出来的。 How much? Good quality leather, you can touch. How much? 1600. 1600. Because it's a good quality. 1600 rupee. 多少钱? 真皮啊。 1650. 真皮来的。 Shoes for children also. 600. No, 1650. I want to buy this one for a personal. 这边也有卖。 Enough to carry. I just said it here. Hello. Hello. 在新德里呢，交通都是很大的问题了，都是堵塞的。 但是在印度呢，你会看到大部分的三轮车呢都是在马路上跑。 包包啊，如果你们有兴趣来买包包，可以过来买包包。 很多佛像啊，这边卖佛像，黑色的。 好的，五百哦。 什么山？白白山。这个还好烤的，我都烤的都酸的。一片三百。三百卢比。两百五。你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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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然后烤的多。OK 啊，我的直播就到这边。我已经开了一段时间，给大家介绍大家这个啊，购物市场就是在新德里的一个地方叫做 Yambat， 所以这个市场呢叫做 Yambat Market。所以呢，只是开个直播给大家认识一下啊这个市场。所以以后你们有机会来到新德里，那么你们可以跟导游说你要来这个市场购物，里面有很多东西可能你要的啦。所以这个是在新德里呢是其中一个最有名望的一个购物市场。所以我的直播就到这边，因为这边我们就没有了，这边是起点也是终点。OK， 所以感恩大家进来看这个直播，也
也给你们看到印度市场购物市场的真面目，真面目。所以呢，给你们有一个概念。OK， 撒度撒度。来。哎，姐，开始来。开始来，唐总。你好，可以评论啊。来。啊，来，啊，各位朋友啊，来。咱爸母到这个咱的印度的这个甘比特拉，印度的新首都新德里，所以咱白白甲穿穿一个新，咱继续来做这个下晡餐的供养。啊，来，阿来喊。沙鲁沙鲁，巴鲁旺的用下晡餐了。巴鲁也是大到这个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所以大家平平安到这边，所以大家巴鲁用下晡餐。沙鲁沙鲁沙鲁。